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،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.善行和一心的概念，一切赠送全归安乐中实施的主。安乐在《观念经》中说：“心善时自受其益，作恶时自受其害。”你的主绝不会冤枉容仆的。我见贤万物非主我有安乐。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仆人以其施食，他说：“安拉说，我的众仆人啊，只有你们的工作，我要为你们加以清算，并给你们完全的回赐，所以谁得到善报，当赠送安拉；谁得到恶报，当责备自己。”求安拉赐福于他及其家人。安拉却已优待人类，他亲手造人，并将他的人生水进入的身体中。他是一种天使向人沟通。安拉是人类在许多方面优越有其他物种。安拉说：“我却有待阿丹的后裔，而是他们在路上或海上都有所启程。我也加美的食物供给他们，我使他们大大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。人类已经承担教法的义务。”和建设大地等等，让这种众人心托天地和禅悦，但他们不肯承担他们畏惧他，二人却承担了。安拉说：“当礼拜完毕的时候，你们当散步在地方上，寻求安拉的恩惠。”你们应当多多的纪念安拉，以便你们成功。穆斯林应该知道，行善者必享受最优厚的报酬，作恶者接受同样的恶报。安拉说：“信一个小蚂蚁重大的伤势时，将先吃善报。”做一个小蚂蚁重大的恶事时，将先吃恶报。又说，在那日，人人都要发现自己所做善恶的几率陈列在自己面前，人人都要希望在自己和那日之间有很远的距离。安拉使你们防备他自己，安拉是仁爱容仆的。善行是这人所做的一切言行，只有一心主前行尽义的工作，才蒙安拉的接受。安拉说：“他们只分明崇拜安拉，虔诚敬礼，各尊人教，尽守派供，完纳天课，热舍人教。”穆斯说：“安拉的确喜爱精通工作者，毫无疑问，善行是包括多工作的广阔范畴，包括安拉规定的一切义务，其中包括礼拜、斋戒、讲课、朝觐和纪念安拉等等。”安拉说：“信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应当鞠躬，应当叩头，应当崇拜你们的主，应当例行善供，以便你们成功。”又说：“你们应当应受白供，完了天课服从实质，以便你们
民主的联名。牧师说，经济是信仰的一半。人从全国安了一一装满天秤，人安了经济与赠送全国安了能充满天际，太空是光亮，十三是平衡，人来是光明，无人心是你的敌人，也是你的反正。人们每天起来有向生自修的，也有随于自密的。穆斯林该履行的善行是包括多工作的广阔范畴，其中包括以真实美好的语言和传播思念。安拉说，你告诉我的仆人们说，叫他们说这句最有美的话。正如穆圣所说，有信仰的人是最完美的人，是拼的最好的人。穆圣说明穆敏的情况而说，至少我穆罕默德的圣门的入法师有一种说像众生的心事，我想说他就是也造出。可我有时在场的人中岁数最小的一位，甚至说那就是叶枣树。善行也包括人性的价值，是穆斯林社会坚定稳固和睦相处，充满友爱，同甘共苦的所有事物。如果这个人外出是为了有效的孩子的生活而逼迫，那么是属于善性。圣门弟子曾看到一个身强力壮充满活力的人走过去，他们说，如果这个人外出到工作该多好啊。牧师说，如果这个人外出是为了有小的孩子的生活而拼搏，他是在为主导而工作；如果外出是为了老王的双亲而拼搏，他是在为主导而工作；如果他外出是为了自己而无求他人，他依然是在为主导工作；如果他外出是为了功名，为了炫耀自己，那么他是在恶魔的道路上。我们有时时可以做你们的优良模范，他积极工作，帮着做一些家务活。有人想，一下询问时时在家里做什么事，他说时时是一个凡人，自己缝衣服，修补自己的鞋，各样金爱自理生活。牧师说，养家糊口以求如洗，任何开始结为施舍品。又说，最好的人是最善待家庭者，我是你们中最善待家庭者，而望所有人得到幸福，为大众提供服务。无论多少，无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，安拉说，你们的秘密谈话打扮是无意的，传人事实或传人心善或传人和解之。除外，谁为安拉的喜悦而做此事，我要赏赐谁重大的报酬。
牧师鼓励我们欣赏人们一直为我们敞开且行事多种多样，其中包括 تسبيح تكبير تحميد 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，门人行善，惹人作恶等等。三、改革和建设大地，有助于建立一个强大和稳定的社会的一切场景。古兰经中有与工作有关的360页经文，安拉说他以上的土创造你们，并使你们在大地上居住。经文也说明从事农业、工业和贸易的人享受重大的报酬，如钢铁工业，安拉说我曾创造钢铁，其中有严厉的刑罚，对于穷人有许多裨益。造船，安拉说我就启示他说，你在我的照顾下以我的启示而造船。服装业，安拉说他以绵羊毛、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制造家具和暂时的享受，又说以衣服供你们防暑，以回家供你们防御创伤。他如此完成他对你们的恩惠，以便你们顺服。关于逼格行业，安拉说安拉以你们的家为你们安居之所，一生出的皮革为你们的房屋，你们在其中之日和入定之日善行，并不限于对人类有益的事物，还有对动物和无生命的物体有益的事物。安拉的使者走路时遇到一份毒妇，几乎贴在脊背上的手朵，他说对这些不会说话的生畜，你们要敬畏安拉，你们其他事要合理的起，你们吃他事要合理的吃。又说一个走路时发现路上有荆棘，他就捡起扔在路旁，按了圣师血约他的日中行为，故管束了他。又说我看见一人在天堂中享受，只因他从道路上砍去一根妨碍穆斯林大众的树枝。恶行包括令安拉愤怒的每个行为，放弃安拉规定的义务，做罪恶，如忤逆父母、剥夺他人的财产、侵犯他人的尊严。恶行是包括多工作的广阔范畴，其中包括一个人没有很好的赡养的人。安拉说先道的人们啊，你们当为自身和家属而预防那一人和社会燃料的活性。牧师说安拉的使者说一个人没有很好的
赡养的人，他就已犯罪了，而在地方上作恶，散布谣言，让人怨一怨。安拉说，在该上地方之后，你们不要在地方上作恶。又说，敌对安拉何时是而且扰乱地方的人，他们的报酬只是处以死刑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或把手脚交互如割去，或驱逐出境，只是他们在定时所受的凌辱，他们在后世享受重大的刑罚。又说，你不要在地方上摆弄是非。阿拉修士不爱摆弄是非时，而不行道的路的责任，因为这是如的罪。穆圣说，不要伤害和互相伤害人。又说，谁伤害穆斯林的道路，谁享受安拉的诅咒。三，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仇恨的行为，如撒谎、背叛、玩弄、合婚冥想等等。穆圣说，你们中我最讨厌的人，甚至我最冤的人是玩弄是非时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就安拉饶恕和你们。一切赠送全归安拉。各位穆斯林，善行对人有很大的影响，善行在今生和后世都会有诸多善果，其中包括一，反省上的男女心事，安拉是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。正如安拉所说，反省上的男女心事，我是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，我是必要以他们所行的最大善功报酬他们。而欣赏是归顺以后还能获得回报。穆圣说，人们会因其见识而得到回报，即使他归顺还能获得回报，教日时或瓦喝鱼，或瓦水井，或中一早，或建立清真寺，或留下一部古兰经，或留下一个孩子去安拉的饶恕。三，狗小罪恶，养狗小其罪行，而掳去其善功。安拉说，行道而且行善日，我必定狗小他们的罪恶，我必定以他们的行为的罪有的报酬赏赐他们，获得重大的报酬。狱中先是执行之历史和贤良一同永于乐园。安拉说，行道而且欣赏之得以乐园为招待所。又说，凡服从安拉和使者的人，交与安拉所忽悠的众先知、忠心的人、成都的人、善良的人同在，这等人是很好的伙伴。恶行在今生和后世都会有许多后果，其中包括一，感到无所适从。安拉说，为自己恶行
作泥化，因而人而为善者，像安拉所引导的人吗？安拉鄙视他，所以所愚之，误入迷途。鄙视他说，欲与之遵循人道，而过窘迫的生活。安拉说，是一位未被我的小孩，是一笔过窘迫的生活。复活日我使他在盲目的情况下被以后三遭受后世的惩罚。安拉说，侵吞孤儿的在场的人日时把火吞在自己的毒腹里，他们将污烈火之中。穆斯说，然人无尊土之日，这块土地就会像七北大的火全套在不一日大惊相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应该享受对人有益的善行，远离给人带来伤害的恶行，应该以人力相劝。安拉说，以时光明示一切人去世在国事之中，为行道而且行善，并以人力相劝，以见人相面的人则不然。主啊，求你让我干一切善功，保其邪恶，喜爱穷人。主啊，求安拉让我们成为言行诚实之人，并且求你保佑埃及免于各种患难。